小乐高的基础色应该是七个颜色。你看这个，它很迷你哦，它甚至有这么小的，就这一格这么小的。为什么我要买这么小的玩具？因为我有发现，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手已经开始变得很厉害。你不再需要，你看小弟弟小妹妹为什么需要大的乐高？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整只手去抓东西，对不对？他的手指头还没有这么灵敏，他需要靠他的手掌的方法去把它抓起来。可是哥哥姐姐不一样呢，哥哥姐姐是不是用小手指头你就有办法去把它扣上去，去做更多的组合？好，你看哦，我随便组，它是不是就可以是一台飞机？可以吗？所以我的飞机很简单，但你可以发展出更难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但是做战斗机，在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收纳盒之前，我们先用这样的方式来收。总共有两台，我会把它放在粉红色的柜子上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今天把那个橘色桌放在那边？是橘色桌是我未来的插花，可是我现在没有位置让它去，所以我暂时先放那里。另外这一盒，它很酷耶，它为什么酷？那里有机器人吗？其实我在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它是这样子卖的。因为它已经煮好了，这个是机器的，乐高的东西。你可不可以猜得到这是什么？鲨鱼。鲨鱼很厉害耶，你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出它是什么。那你可以猜到这一只？狼。狼。狼呢？这一只很厉害。是什么？鳄鱼。请回去做后面的。鳄鱼胸骨束缚。请问这一只是什么？